，nice， 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黄老板，我们先把信息给你合一下。既然我们仨是好人，我们之间有没有黎明？你是不是黎明？我是黎明。我不是黎明。你也不是通报员。我不是。我也不是。那我们仨都是平民。我们都是平民。等一下啊，你看通话标准说明，就说明这个只能说卢卡斯不是子夜。对，卢卡斯不是子夜。在奔跑里边唱过歌。都唱过，我刚已经查过了，都唱过。但我们三个没唱。我们三个没唱过。对，嘉宾没有唱过，所以是我们里面的黎明肯定是我们的人。对，坤儿肯定暴露是坏人了。坤儿那就是小黑。那我觉得先撕坤儿，他一定是坏人。但是如果我们去撕坤儿，让晨儿去撕。对，让晨儿去。如果他是好人的话。对啊。现在如果要是咱们就怀疑哪两个人，就让哪两个人去撕。行，让晨儿撕坤儿吧。对。我们三个现在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。我们三个不会再分开了。你们三个是被验证过出来以后都是好人，都是好人，三个都是好人。现在，所以你是什么？你要是好人，现在就对。你要是好人，你必须得告诉我们。不是，你们仨验出来什么结果？他们仨验出来都是好人。有嫌疑的就是我和李晨，对吧？啊，还有江江也是。对，坤儿是一定的。坤儿刚才的慌成那个样子，就是必须的。那就这样，你们先撕掉蔡徐坤，明白？我一直在找他，你那走吧，那我们去找啊。走走走，那我们在这，我们三个找东西，我们三个找东西。你们也太多人找东西。哎，坤儿。谁啊？谁啊？你撕我撕？你们想清楚啊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可信。谁在跑？蔡徐坤在跑。哎，我是好人啊，不要追我啊！加油啊！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起来！我真的是好人吗？陈哥，我真的是好人。你跟他们讲，我真的是好人。你可以撕我，我们一起淘汰。你撕我来，你撕我来。我让郑凯撕你，我让郑凯撕你。等一下，我们好好说，你为什么要撕我？我让郑凯撕你。我真的是好人啊！我让郑凯撕你。等会，这危险！等会，你为什么要撕我？信息不对，我信息不对啊！为什么要撕我呢？动手了！晨哥不上啊！晨为什么不撕坤？你等会儿，别在这撕，我们去那边。不是我怕伤你，这里危险。我没有，我给你看嘛，好不好？晨，你为什么不下手？你为什么不下手？晨现在可以完全撕掉坤啊，他为什么不撕坤？你为什么不下手？我是最应该被保护的那个人。但有一个问题，我没有水枪啊，大哥们，我没有水枪啊。大哥追了，晨哥追了，躲他躲。郑凯，我帮你。